同学拯救了所有人类的未来，这也代表着和别人不一样。这就是说的是天马公子说的，我们并不是一个组织人，其实都是朋友。朋友是吗？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字眼，有点奇怪。这样的字眼，哥哥，好看。是这样没错。那个打你的怪学侠哦。他应该要对自己的。那你拿的。给你想要的是什么？那我就把你拿去。你不用拿。谁呀？我不想让自己拿。谁呀？旁边。你知道你要几次吗？不用你管啦，我自己拿我自己的。你又不知道我要拿哪个颜色，你又不知道我要拿哪个东西。我知道。不知道。知道。你来过来，我告诉你讲。你在这边，你坐着，你坐着就知道。大姐，你也有朋友了，哎呀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金本安是？不是，那什么？但是你看吧，你不知道啊，等下再告诉你。这样自己弄就好了，你看就 OK 了。我不要。我应该问宝玉可不可以帮我。宝贝。